因为我就是一个灾星。陆笑，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吗？还灾星？你怎么不说自己偏煞孤星呢？对，差不多就那个意思吧。你还承认？哎呀，我之前啊觉得背号子里最幼稚的人就是洛可，但我没想到你怎么比他还幼稚呢？你不会是因为这个理由才故意冷漠暴躁，让大家都远离你吧？居然真的是这么缺心眼的理由啊！这不是缺心眼，这就是事实，没有办法。那你怎么解释，在过去十几年里，徐总、雷娜，还有福顺奶奶，他们都活得好好的呀？还有我，还有他们三个不也是吗？我们天天在一起，他们都健健康康的。我遇见你之后，我连病都没生过呢。所以事实上，你根本不是什么灾星，这一切只是意外、巧合，所以根本不是你自责离开大家的理由，知道吗？你这个傻瓜！我跟你说啊，只有傻瓜呢才会把这发生的一切全都归结在自己身上，只有傻瓜才会在被伤害、被误解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，就算伤心难过也会吞在肚子里，然后装作一副坏人的嘴脸。所以你呀，你小小年纪，你心思不要这么重嘛。以后呢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扛着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是一个人啊，你还有我啊，我时时刻刻都会在你身边。哎呀，话说呀，我这个人呢，什么都不怕，专克天煞孤星。所以以后呀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就分担给我一点，知道吗？反正我是不会走的。Thank you.